崇拜，尘埃我感觉烦，只要靠着来说爱就爱，看着对说爱就爱，哇Let's go， 我认罪，我认罪，快收敛我当你的短发头金发，你身叛，你身爱，我绝对够格，终生陪你坏。我把感觉淡然读懂，恍然空中只为你读懂，我让视觉情有独钟，爱是空归我不让你独守。走走走，海才会懂幸福的难，敢恨敢爱，敢绝盼从不感慨，不得不爱，让生命遭到血染，我遇见爱，我始终相信真爱，我崇拜尘埃的感觉烦，只要感觉来说爱就爱，感觉对说爱就爱，哇哦，你存在，我崇拜尘埃的感觉烦，只要感觉来说爱就爱，感觉对说爱就爱，哇哦。什么时候多了这个盒子啊？抒情。真的很对不起。球球，是球球要我来帮他找那张认爸爸的照片，可是我找不到，可能不在这边吧。那我就先走了。舒淇，你要找照片，问我，我知道在哪里。听说公司有一点状况，你还好吧？刘舒淇，快开口问啊！球怎么了？阿曼，怎么会这样啊？不是说球球差不多可以出院的吗？为什么又出状况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本来就好好的啊，怎么忽然间他呼吸困难？我就跟未来去叫医生了，医生就把他送到急诊室急救了。阿曼，那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是球球的家属，医生，
球球他怎么样了？是急性的心脏衰竭。不可能啊，他没有心脏病啊。我们已经检查过了，应该不是病患本身的问题，有可能是点滴的速度过快引起的急性反应。哦，你们为了要让他赶快出院，所以你们点滴调得很快啊。老太太，我们不可能这样做，之前的护士有检查过点滴速度，而且他有做记录啊。算了，先说他现在状况怎么样。我们已经急救过了，目前暂时没有问题，再观察一下，如果没有其他状况的话就可以转普通病房。谢谢。是不是你调的？你怀疑我？小姐，你怎么会怀疑蔚蓝？他不可能伤害球球的。对啦，小老板，你怎么这么想呢？我做了什么让你怀疑我？之前我要帮公司，你怀疑我没有情绪，现在我只是来看球球，你就怀疑我点滴是我调的。我到底做了什么？你这样子对我？对不起。滴快快，好快快。爸，所以点滴是你调的？滴快快，好快快。好给，你怎么去调那个点滴呢？你知道你这样差点要了球球的命哎！阿妈，大头给啊，他现在不懂这个啦。哎呀，我先把大头给带回去好了，免得他又知道麻烦。大头给，我们先回去哈。滴快快，好，快快快快，好快快。少介，为什么突然对我警戒起来？他知道什么了吗？不可能啊，我一直很小心，他不可能察觉到我的计划。球球，还好你没有事了，刚刚真的吓死我了。你看，你要的这张照片，我已经帮你带来了，放在这边哦。你要赶快好起来。这张照片，这张照片是球球从小就带在身上的，也是靠这张照片，他才知道孝介就是他的爸爸。这张照片呢？球球被送到孤儿院的时候，身上就放了这张照片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没有缘分拿你的妈妈。你就跟你表一起生活吧。蔚蓝，你没事吧？
还是你先回去休息，这边有我跟舒淇就可以了。我没事，我想要多陪球球一下。可是你的脸色很差，哎，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？我真的没事，我可以照顾球球的。未来，这边交给我跟舒淇吧，我不想多一个病人。你回去。去了你，这是一开始就知道的剧情。我失去了你，也失去过去拥有的回忆。这样的改变，你怎么不知没事，我的小孩不是应该跟你在加拿大吗？为什么他会在台湾？为什么他在孤儿院里长大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既然你都知道了，我也没什么好瞒的。其实当初我一接到孩子，立刻就把他送到孤儿院了。你当初不是有答应过我的吗？你不是说你会好好照顾他，把他当成你自己小孩一样疼爱吗？你怎么可以骗我？你的人生还很长，我不想那个孩子变成你抹不去的污点。他不是污点，他是我的小孩，我的小孩。我刚差点，差点就害我自己的孩子。你从来不知道，你从来不知道。球球应该没事了，我还得去跑仓库一趟，你帮我照顾一下他。少剑。在心中，不过会变好的。一切都会更好的。
谢谢你哦。阿妈通知我了，球球现在情况怎么样啊？舒淇在照顾，应该没问题的。哦，对了，董事会那边有消息了吗？果然已经公告说要检讨这次的事件了。我们最好赶快想个办法平息董事们的担忧。对，你上次跟我说那个计划，我跑了仓库一趟，看了我们所有的布料，所有的常卖款应该没有太大问题。你看一下，这些都是我们这一季的设计，有一半以上我们必须放弃。但是像这一款、这一款还有这一款，就可以运用我们原有的布料在设计上做一些变化，那这一季的春装应该没问题。其实上次我跟蔚蓝说要取消婚约，魏伯父曾经抽收纺织厂的合作，那时候我拜访了很多的纺织厂，但是大家合作的意愿都不大。我想这跟魏董的影响力有很大的关系。不然我来找同业商买，你继续你的工作。尹之介，辛苦你了。你这什么话？我算是嫁进 Kalis 的女儿了，维护社长一手建立的品牌是我分内的事，只是我好不容易等到你的加入。球球还没有醒，不过医生说他的体温、呼吸跟血压都还正常，各方面也在好转了，不用太担心。你照顾球球一天你也累了，晚上我来就可以了。可是你也累了一整天。小姐，你也不要太累了。舒淇，谢谢你。用现有的布料跟动一下设计，还有多生产的空间。李总，你好，我是尹芝，你记得吗？联合服社会上。哎，对对对，好。好好好，我知道。詹老板你好，我是 KS 韩颖芝。你也知道情况了。是吗？陈老板可能有不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喂，陈老板，我是 KS 韩颖芝。哦，我知道，你们公司的事在业界里都快传遍了。我猜你打来之前问问看有没有布，对吧？对，我手上没有，但是这几天有个越南纺织商过来谈合作，他的手上倒是有不少布，我可以帮你约约看。真的吗？啊，太好了，那就麻烦你引荐。好，谢谢。
老板，韩影之他上钩了吗？哼，要约去哪？就给我找个风光明媚的地方。12月的雪花糕，我已经将谁是真心人给冰封了。现在，保罗大师要重出江湖。刘舒淇，阿嬷担心你，向磊关心你，你不好过生活已经是罪过了，现在又有 Alex 那么难得的好机会，你到底还在烦什么？以前他整天笑嘻嘻的，不过几天没见，怎么看起来好累？护士应该等下回来量体温，如果觉得醒过来的话就打给我。嗯，小姐，这是黑咖啡。虽然心很痛却还是微笑着，别人总爱说早餐记得要吃点东西再喝咖啡。在心里的孩子扮大人的样子，一开始有意思，后来双眼总潮湿。在心里的孩子盼谁来讲故事，路上怎么约这种地方？该不是那个保罗吧？不对，韩影之，说我是银鞋贱人，又叫欧龙大宝丢到水里，你以为我会这样就算了吗？站住！喂，站住！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如果不跟我一样下水，我不会让你离开这。请人请到了你的老相好欧龙呆，这一次我请畜生，总不会他也认识你吧？我告诉你，在这里你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哭吧，韩影之，哭吧，韩影之。
然总是那天我就以为我可以看到你了，柯路。不会吧？想你啊！穿救生衣，你手上有个救生衣啊？你要个图，正彩的话会比较省布料，但就会死板一点。嗯，不然改袖口设计好了。哎，老大，午餐时间到了，要不要去吃饭？不用，我想先把这些弄完。哎，都是20万害的啦。要不是他乱爆料，老大现在也不用那么辛苦了。也不能全怪他，我自己也是很糟糕。老大，事实啊，不然区区一个八卦，怎么让整件事情扩张成这样？我本来就该负全责。以前的老大是带头玩。现在的老大把责任一肩扛，老大，现在的你更帅了。哎呀呀呀呀！可惜我们家八姐现在在医院照顾球球，不能见证这个历史性的一刻。如果八姐看到，她一定会莽塞老了。对了，不知道我们家八姐午餐要吃什么哦，要不要帮她送过去哈？因为哦，医院的东西说实在不是太好吃了。我出去一下。去哪里？吃午餐吗？奇怪，还不是才刚说不吃，现在又马上跑出去，还自己一个人哦。不用问，不用说。我不问的话，我……如果真的这么好奇我的存在，那么明日下午3点，此地不见不散。阿嬷老是叫你20万，你居然忍心背叛我们。亏我还那么喜欢你，都不愿意顾一下我们的感情吗？追新闻，追新闻，追新闻真的有这么重要吗？算了，反正他都已经背叛我们了，那我干嘛还要花时间，干嘛还要花脑袋想他？只不过皮肤白了一点，为人义气了一点，讲话拽了一点，干嘛要想你？哎呦，不要再想了啦！谁啦？怪人。怪人。刘淑宇，放头派我出国，现在人在机场。我最后一次告诉你，这次的新闻不是我报的。
你如果相信我的话，现在到机场来，三点的飞机。三。明明就是你做的，不是你还会有谁啊？老大因为你变得那么惨，如果我现在去找你的话，那我还算是兄弟吗？不过就是因为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，遇到一个莫名其妙的人，啊，我一定可以忘记他，我一定可以。你之所以会在这里代替爸爸照顾我，那就表示爸爸在公司努力，对吧？嗯，爸爸真的变了，对不对？那他得到一次跟你重新来过的机会，不为过吧？你说对不对？我去洗杯子啊。哦，蔚蓝。怎么不进来呢？站在门口，赶快进来啊！不准让他进来。球球，你怎么啦？球球，你看我的这个，还有这个要送给你。不用了，别装的好像关心我的样子。你的东西我不敢吃，我会滚下楼梯，扁地被条块，全都是你做的。虽然我没有证据。不过我知道全都是你做的，谁不知道你现在讨好我是为了我爸。球球，你不要这样讲话，你看蔚蓝阿姨今天这么有诚意来看你，而且她当时也受伤了，怎么会是故意的呢？嗯，球球，我发誓阿姨是真的喜欢你，阿姨很想要做你的妈妈，可以给阿姨一个机会吗？不好，我现在就一个妈妈了，就是刘淑琴，其他的我都不要，尤其是你。可是我才是你妈妈。讨厌鬼，你还不走啊？你快出去好不好？求求不要这样子。你敢出去追的话，我就不吃不喝。小姐，刘淑琪，都是你们害的，都是你们害我要跟球球分开，害我这样对我亲生女儿，这都是你们的错，害我现在得不到球球谅解，都是你们害的。没良心的20万，竟然夺走我的第一次。牵手啦，你以为是什么？我又没有叫他跟我解释。我要找到那本20万怂恿我签名的小说，彻底忘记。好，我们来赌谁在书上写字不会被老板发现。
好啊。20万的签名。先生，你喜欢这本书吗？现在打八折。啊？在干嘛？不是说要彻底忘了他吗？老板，我想要找一本小说，叫做《说故事的人》。他应该好像在这附近哦，怎么现在不见了？你晚来一步，今天早上才被一个女孩子买走。你要的话，我再帮你订一本吧。女孩子，哦。老板，那你记得那女生长什么样子吗？那女孩子头发长长卷卷的，眼睛大大的，嘴巴小小的，皮肤白白的，身材很好，腿很长。还有，她无论是晴天或雨天哦，都会踩着3寸的高跟鞋。那不就是吴冠霖吗？20万，等等我。20万，你一定要等我。你这个假货嘞，说了话做事，没有一件事情是真心的。我说过，我最讨厌人家叫我假货。假货嘞，假货嘞，假货嘞，假货嘞。你如果相信我的话，现在到机场来，3点的飞机。江湖上有谁不知道我翻滚吧，吴冠霖。哎，你们情侣不要吵架了。谁是情侣啊？我们是啦，谁是吗？恩爱，欧耶！20万，你不要走好不好？不要走啊，20万！我最喜欢的20万，我最喜欢的20万。先生，你第20万吗？我的20万飞了。不要难过了，台湾是有法治的，记得报警把20万找回来。啊？球球，我不听。球球，我们每个人都会对人有情绪，可是真的不可以没有礼貌啊。难道他伤害我还要跟他说谢谢吗？就是有人喜欢人的方式想伤害人。算了，反正我也没证据。你呀，就是人太好，不懂得人心险恶。算了，谁叫我也喜欢你这一点。球球，怎样，可爱的青蛙？美丽的田鸡，回到我们刚刚的话题吧。到底愿不愿意再给我爸一次机会，重新接受他？球球，你醒啦！没关系，你坐在这。我虽然躺着，但我是醒的。你们虽然眼睛张开着，但你们是睡的。应该我问你们，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要醒啊？你们要喝什么？我去买。啊，不用了，我就帮你们带吃的，我马上就要走了，公司还有事。哇！宝宝，你再看你，乖、啊。
有饭团、小米粥，还有巧克力，还有棉花糖哎。棉花糖哎，你喜欢啊？那我买给你。你很想吃哦，我可以分一点给你哦，但是只有一点点。一点点，笑成这样，脸都笑歪了。爸爸做的那些洋装要送给你。小姐，你为什么都不告诉我呢？这本摄影集给你。少姐，如果你不送去，舒淇就留下来；如果你送去，舒淇就出国去。三二一，破灭的美梦，一个又一个，虽然心很痛，却还是微笑着。别人总爱说你长大许多事，不顾后果的尝试，在心里。